截短一点了，大概是。老师，你再怎么办？啊？这样子啊，你看和弦啊，拉，这手啊。那这个就回家练一下子吧，你拍子也拍了，就是把它就是，但是和弦要记住啊，这和弦是。拉麦拉嘛，到C和弦了。那因为弦音，比如说旋律是拉嗦拉嗦咪瑞哆瑞咪，回到哆和弦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哆和弦了。那这时候因为旋律是咪的高音，所以你一定要用二到二指型嘛，指型很重要。所以哆和弦的你这咪这样子，哆和弦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样子。拉麦了一个哆嘛，就这样练一下，然后开始。正拍弹，你不需要用上把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正拍的，这个当然你们对你们来讲，你们可以练，先练这个，当你慢慢熟，就用这种拍子，棒棒棒棒棒，一个是嘣哒哒。一个是当当当当，这当比较难弹了、啊，当当，一个这比较偏向上把，另外一个是，所以说用这首歌正好可以练习啊，你们可以学习一下的，就哪一个上把，当然前面比较像。